先生你好，您的伴奏已经制作完成了啊，请点击录音准备开始录制，希望能给你带来你想要的效果啊，不点陪我过了就没了呀，不要那玩意陶陶笛真的好想你伴奏。等一会儿我找一下啊，你是手机呀还是电脑啊哥呀？手机是手机还是电脑？我这边看不到，是手机是吧？手机那你也录不了啊，手机你能录吗？你手机能录制吗？首先呢，你得确定你那边能录。完事我这边叮当的给你录一下子。能不能录？纪委，我现在已经达到六级的给人黄码。行，我必须得点陪你陪我，才这玩意儿的话才能给你录，是不是？必须点，要不点的话你录不了，是不是？那你说早说呀，早说我不就点了吗？啊，那个叫那个谁呀，首部纪委跟你卡上了。你现在你已经是我房间里边的黄码了啊！不客气，你要给我提谢谢，我马上给你脱掉。我跟你说，不要客气，先生，是不是点陪我之后你就可以录制了，是吗？你回答一下我，是不是？我这边我不咋明白，我也不会整啊这玩意儿。你给个信儿啊，倒是啊。是不是点陪我你就可以录制了，是吗？错。磨磨唧唧。不会啊，不是我会，我点陪我，你那边你接个单试试。等一下了啊。已经点了，对，你现在开始接单吧，看你能不能接得到。你看能接单不？来，准备开始录啊，来，1、2、3。Thank you.
啊，有没有录上去啊？我这边都鸡巴完事了，都你那边什么情况啊？哥们儿真的是赚到了，这首曲子我跟你说啊，真的太值了，又跟你弹，又跟你吹，又跟你录制，啊，我跟你说这首歌该咋说不咋说，我跟你说我要录给别人最少得1000块钱，对吧？行了，这首歌带给你啊，然后那个有什么需求或者是什么需要，可以给我提出要求啊，弹个梁祝听听，想听。